喽，这一缸是泰国进口的，我们有小进几箱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亚成鱼，大概都有11到12公分，大概都有12公分呢、啊。好，元宝身形，然后这个小鱼，这个大概5个月的小鱼而已，红五花，漂亮的体型，尾巴的那个翘度够，然后这个是百褶的哦，百褶宽尾，哦，红五花，这个1只2000。然后来一只白的樱花，喜欢的你可以截图，差不多都差不多有12公分的啦。好，头好壮壮的小鱼，你看它身形粗壮，身体很粗壮，然后尾巴还小小的，那尾巴的翘度跟宽度都很有，这袂内行的啦。啊，我导阮的员工讲，我最喜欢安尼的鱼啊。啊，阮的员工讲一句，讲冻较久，安尼就是内行的啊，对不对？查甫人爱冻较久，鱼也嘛爱冻久啊。这个5个月的小鱼，你在你家慢慢养，从它现在80分养到95分，养到满分都在你的手里，哦，而且可以玩很久。你看多漂亮的鱼，1只2000块。这个如果把它养到15、16、17、18公分，就是不要讲太夸张了，但是叫5000块的鱼一定有。好，来红五花，红色的虎斑，不是啊，不是五花，是虎斑。哦，虎斑有2只，这只是淡色的，还有一只是重墨的。好，然后来一只这个奶油大理石。这个鱼都超壮的咧，这个身体大概身体都比一个红豆饼还要大，而且红豆饼是那种大颗的哦。再来红五花一只，这种鱼就是蛮不怕坑啦，我们再养个几个月它就会更漂亮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一批就是便宜卖，让快乐水族的粉丝你可以，你看这只奶油头超漂亮的，你可以用便宜的价钱就买到超好的鱼，你买到超好的小鱼自己养，2000块一只。等一下还有一缸1500的，好、哦，你也可以看一下另外那一缸，但是质量它就是有差一点。来，这只也是红色的红五花，超优的小鱼哦，这个这一批我们就赚少一点，大家快乐就好。好，来重墨的虎斑，刚刚那一只是红色的虎斑，这一只是比较重墨的虎斑。那个墨斑随着你在养，它都还会在墨斑还会再加重。来看这个元宝身形，哦，然后这个都是百褶的哈、哦。然后来一只红色的，好了，这只元宝很漂亮。来，注意等一下看脸哦，哦，这只脸型超可爱的。有没有最近不是都流行这个身体大尾巴小的吗？但是这个尾巴还会再大，它只是现在身体大的快而已。好，然后这个黑尾大理石，这次有红头黑尾大理石。哦，你看它背鳍多挺，有没有？鱼的状态好就这样。来，我们来一只奇异的，这一只很小，但是卖2000。来。这个可能也会转色，但是没那么快，因为你看红黑色分际超明的，就是一只红头黑身。啊，你看，因为它的黑特黑，所以这个黑可以留很久，留比较久。这只小尺寸，这只可能只有9公分而已，整缸都这只最小。然后最后来一只，来接近全白的。奶油头白樱花，你看，你看，小水耶！哎、欸，这几家能清，真正有俗点。越内行的越觉得便宜，2000块。我们要人人养，人人有鱼养，快乐养好鱼。然后这一只来红白只有这一只，超帅的公鱼哦。这个连我自己都会炖爹，为什么要卖2000？
然后最后一只黑色的压轴，黑元宝，漂亮，也是公允。哦，会不会转色不知道啦，可能会转。你看，因为你看它的黑就跟刚刚这一只，这一只红，这一只红头，红头黑身的黑不一样了，色度不同。哦，另外这只偌乌，乌咖呢？这只小狗追的。好，这一缸是2000块的哈，除了这一只红头黑身特别小以外，其他大概都是12公分左右的鱼，一只2000，两只4000。啊，宅配的话运费200块，啊，喜欢的你可以截图，好，我预计礼拜一还是礼拜二才会上传影片，这个影片是礼拜天晚上拍的，但是现在不能传，现在传没办法下班，好，还是红白的漂亮，拍一下，这是红白，挺漂亮，白脸颊，2000块，要买要快，那我们来看下一缸1500的，好，哎、欸，这边起掉，嗯，起掉了。